就会停了。气象是这样说的，在半小时。那你这也拍不得下雨。对，我现在在拍那个，因为现在雨太大，那个机器会有损，那个前面那边还在喷雨啊。那个雨伞也破洞。这是台中乌日哦。又着。我等一下去拿一把雨伞就过去了，等我一下。只有你我姐，只有你我姐，太扯太扯了，还能放水？对，又来家，家家家家，你这边？那里漏雨了，没办法啊。对啊。来家啊！那个雨呢？没有没有，那边这边，它是正面，它正面在这里。漏雨的话，漏雨。这边正好可以挡住，不要了。对啊，因为里面还有雨。现在过来一次，不要再过来一次。没有，现在这里可以，它在这，它站这里。他拍到正面。不拍水。这边没有雨。我爷爷，你去拖了那水地回去。我要鲑鱼一条。你要鲑鱼一条？对。好。鲑鱼一条。鲑鱼一条啦，一只啦。1700哦。鲑鱼一只啊。
鬼啊，黑的你好不？好不好？不好。他现在没有空切，他现在没有空切，他现在没有空切了，他现在绝对没时间。等一下我，然后这个一个半下吧。好，好。哎，雄厚。今天有咸猪肉吗？等一下再问，他现在在忙吗？相信等一下雨就停了。隔壁百象的阿伯，他现在他不想打，因为他再摆下去的话，他那个香都会淋湿，所以他只好跟隔壁的阿伯有没有看到？他是摆香的啊，他现在没有摆，不然他那么早来了，他五点半就来，他已经等一个小时了，还没有摆。哎，你搞个帅鱼，帅鱼多啊，多啊，几斤吗？这是什么的？你的头刀呀？头刀是啊，头刀这箱的咩？哎，12公斤算多少箱啊？是啊，啊，这箱的6匹就多少箱？对啊，这箱的啊，这箱的就干，起码拢多少箱的呀？
人吗？大家变成阿弟啊！等一下哈，那个像那个志刚那个咸猪肉哈，跟那个志刚咸猪肉，等一下雨小一点再过来。哎呀，金刚招。等下咸猪肉他拿上来之后再帮你留，等到他们比较有体力控制好状况以后再来。2500，这么高？1500，多贵啊！阿美，我要4300。失声了。哎呦，漏点了。还会很厉害，不要6700到3800，加7000嘛，7000嘛，哦，你好帅气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这还玩跑快哦！你用阿不要进来，无差一挂啦，无差一挂。你来拢怎样讲啦？哈哈哈哈哈！吹什么吹？回去洗澡啊！吹风机啊！吹什么？钱啊！没关系啊，你们回去。他原来是在一起，是在一起。在你干嘛？回去用烘碗机烘一烘就好了。没有烘碗机啊，我都没有。拿去洗衣店，拿去洗衣店有没有？你要烧起来，我跟你讲。拿去火烤一烤就好。Kimi， 拿去洗衣店那个啊，用对了，用50度烘。不然有咸猪肉啊 ？OK， 我投。哇，给我咸猪肉吧。肉啊，我一份。这么好。这不会沙发。我觉得他们是还好，因为接下来他们顶多可能
就顶多加开场就好了。我觉得那个这一条街的摊贩会比较辛苦。我的钱在磨碎了。这家店比较重。530，16.7，啊，16.7。我记了，记了。这车是美哦，要有税哦。嗯。无差的哇。我看好多在，哇！我看好多在动啊，无差。上次在丰原，不行哎，200块遇到一次，龙王遇到一次，今天换他遇到了，淹水了还在卖。对。他惊疯了。不赖不，不赖伊啊，就头前旁边坐。来，你啊边啊，你边啊。
啥？我看啥？看啥啦？啊，这个呀，这个是啥？哎呀！看哪个？你先来，你先来。你看哪个好呀？还有三八先卖了，我电先来，充电先来，三八三八好。啊，这个人啊。志刚，你等一下。志刚，你先不要过来。我刚才有听到他说他咸猪肉，不知道有没有带。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今天没有咸猪肉带，今天忘记带咸猪肉来了。我刚才就有听到了，他真的忘记带，因为今天你太大了，他太忙了。外国包，真的没带到。他真的没带到。三包现三包。给我包啊！